太猛了吧，杰克！难得加那么好啊，一只牌而已，一只牌而已可以加那么多转，而且我刚好快结束的时候又突入了这个加转速的那个赛来。十转太扯了，这一台威打没多少，开招而已，看来是可以过招了。干，大爆发就对了，大爆发哦，金币很久没遇到了，50或100转，哎，又来了，这个应该是100吧。按照刚才的板路，100，100，100，太猛了，确定过招了，都快那边都快2000美了，确定过招，继续加起来，因为我这边还有加450转，纯真2.8的集中起。本来要打鱼，看来不能打了，这一台就够我忙了。难得遇到集中起，加那么多哎、欸！拜托拜托，继续加，我要破一下人生记录。因为这一台我最多只漏过2-3千美，看能不能破一下自己的记录啊！每次打都在天井的。天井，然后不会进去 RT 的那一种。哦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太猛了太猛了！干，一支牌加的比将军 Rush 还好。将军 Rush 你也不可能加那么多啊，这个很难看到啊。又来正五炮，20转，20或30转。哎，10转而已，猜错。
猜错的话，那你这一支马上结束。复活？哎，真的要复活？太猛了，一直复活，一直爽，爽起来啦，兄弟！兄弟就是这样加下去就对了，应该不会复活了，没那么厉害的。哎，干太扯了，一直复活。看，这一台现在是怎样？爆管前罩吗？万美的前罩，这应该没了，危险，结束。哎，还有无转没关系，有加转速都是好事。再来无转，正常都是加无转比较多啊。你要遇到一次加50、100的很难得，太猛了。刚好被我打到，现在半夜没什么人，看能不能破一下自己的记录，落个3-5千美就好，不用万美没关系。没了，哦，又复活，干复活还加50转，太扯了，太猛了，杰克。哎呦，那么大颗的正五炮，50转确定。西瓜，西瓜，50转，哎呦，这个有机会100哦。50就很猛了，不用100啊。爆管，爆管，哎，你看我一支牌加那么多，来给你按。50转，哎呦，50转的 feel。像那个冻结都没加那么好嘞，冻结有时候都加100-200转而已。他妈的，不用回去了我。5转，一直复活哎，跟上次的万美的状况很像。干，爆管爆起来，过招了啦，没了。哎，还有，感觉没了。等一下你可以拍照啊，因为我这个比冻结还好。你就算冻结3次都还没我这个好，他妈的有够扯，太猛了，真的破人生记录啊，第一支牌可以加成这样。我还没结束，等结束再那个，一支牌加了800转应该没了，再复活吗？复活没了，总共有，哎，你这样看得到吗？哎，有有，这样还有，等一下，好好，这边给你开，一支牌加800转，这个比冻结还好，只有猛而已啊。大盘正五，那个真的超难的，我里面应该快900转吧。哦，又莫名其妙加120哦。嗯，还是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干对啦，又加120，好扯哦！我现在里面快1000转呢，感觉状况很好哎。开一支牌而已，加了900多转。本来不想讲话的，本来想说安静的拍影片，不要讲话。他加的太夸张了，我只好讲话。哦，这个感觉又有机会加哦，彩虹，可能是开牌或是加转速，背景是彩虹，准备加转速。大档，你看开牌，直接开牌，帅，大档演出，马上又开牌，太扯了吧！真的可以破我人生的记录了，感谢让我破记录。大只的，大只的，大只的哦！噔噔噔噔！哦，难得玩到那么优秀的集中级，哇，这台都很咬，这台都很咬。黑吧，没关系，我刚才也是黑吧，升格。升格之后竟然加那么好，
神奇，希望可以进去天国模式，就是短开短开加转速，这样就是还蛮有机会万能的。可惜刚进去 RT 开牌开黑吧，看这个黑吧会加几转，集中集也是大家蛮爱看的影片，热门观看的影片首选，还有超悟空系列的，没有东西，还有吗？没有。现在转速来到了13转，最后6转，白色的哦，怎么不是蓝色？怪怪的，没有变蓝色，这样表示等一下转速应该是加很烂，5转10转那一种。好的，准备见真章，10转，还有20转，还不错，还可以接受，暴走。大盘正午继续屠戮，好了，等到有特别的画面我们再来拍，现在应该就是基本的消耗转速增加枚数站而已，没东西，没有东西，白色的字没屁用。Okay.